等我们呢。大晴天，转头就看到一个人打着个伞站在那边，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那个伞是盖住脸的。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入职一一新媒体公司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哇，本人都好漂亮啊！我是之前联系过你们的 HR 李仁丽，你们也可以叫我丽姐。这个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管，所以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尽管来找我啊，丽姐啊。你们来三班岛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好，环境很好，很开心。嗯。那你为什么打个伞呢，丽姐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丽姐？忘记告诉你们了。怎么了？梅雨季节马上就来了。嗯，记得带把伞。好。哦，好的。嗯，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。好的，走。注意一下台阶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门口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。哦。哇吼哟，酷，好酷啊。哟，好酷啊。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大堂了，主要是展示一下咱们公司的风采和风貌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前台小姐姐刘莹莹。嗨嗨，哇，好像之前。Hello， 你好。前台的妹妹，她的举动太诡异了，她是第一个让我就是瞬间就起了鸡皮疙瘩的一个人。嗯。